一下，我看你们能不能猜中，是不是阿姨们？阿姨特别的年轻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猜一下多少岁？很少有人猜出她真实的年龄。嗯，我看叔叔阿姨们能不能猜到。哇，有很多叔叔都猜得到啊，直接都猜中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猜中了吧？啊。哎呦，猜中了，等一会儿给他奖励。给叔叔阿姨们奖励，奖励一个唱歌。等一下，走，咱们。奖励我们家豆儿唱个歌，跳个舞。那走吧，那咱们走。嗯。走，嗯。我妈妈今天48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猜中了。肯定有，那天有叔叔阿姨们看到过，我之前在直播间里面说过一次，你们应该记住了，叔叔阿姨们是不是？我不知道里面网络怎么样，好，那个里面，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现在直播间21000人，叔叔阿姨们，哇，上人好快呀，叔叔阿姨们。这路上有没有蛇呀？应该没有。这个上面有猴子，我跟你说，有国家，有保护动物，有猴。我想去看猴。等一下看有没有猴子，叔叔阿姨们前面。我想去。嗯。阿姨，你想看猴子？猴子。有，但是。等一下看，去看一下嘛，看一下看有没有嘛，啊，猜对了，叔叔阿姨们，猜对了，然后等一下豆儿给你们跳个舞，在玻璃廊桥那里，好不好？咱们家豆儿给你们奖励一个舞，奖励一个舞蹈，一首歌，好，唱歌没有那么好听呢，还行呀，画香，我家豆豆都想起，这个大字幕的了，表哥快点啊，表哥快点，哎呀呀。嗯，这里好凉快啊，凉快，凉快。叔叔阿姨们卡不卡？如果说卡的话，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走快一点。如果说卡的话，给你到时候就摄像头哎，对呀，好安全嘛。嗯，是的。马上我们就要到那个玻璃廊桥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玻璃廊桥很漂亮的一个风景，下面我跟你说带你们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有机会的话今后可以来，好吧？如果说不知道什么位置的，可以给陈星和糖豆给我们发信息，给你们说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阿姨走不动，走不动啊，还行，我给你拿呗，没事，我了，哎，是不是从这里推下去？是的，对。你看吧，这里看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来看一下，这个里面有些啥？看到没有？有猫猫，有猕猴，还有什么？这个董鸡啊，董鸡是啥？董鸡是什么？这个是啥？有没有叔叔阿姨们认识的啊？还有喜，还有杜鹃，看到没有？好多的。猴雕。嗯，这里面好多的，还有银杏、楠木，什么都有。走，咱们去前面，我们带你们去看那个玻璃廊桥，叔叔阿姨们，那个是这边最好看的一个。我表哥也在，嗯，对的，我表哥也在，表哥跟着咱们一起。这里好多那个呀，好多的那个山药，对，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植物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木姜子，看到没有？木姜子。啥都有，这个里面。玻璃廊桥应该要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想不想看？这个里面这个空气好好哦，感觉。凉快哦。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。对哦。嗯。慢点哈，没事。我们走得动。走得动，没事哦。我们刚刚也是从这个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那下面又是跑得厉害呀。是的，叔叔阿姨们，马上哦，马上玻璃廊桥要到喽。我来了，要准备跳舞喽。等一下，你们看想看豆儿跳什么舞？叔叔阿姨们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想看豆儿跳什么舞？你要给叔叔阿姨他们说，叫他跳两个，嗯、跳两个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你要唱个歌哟。我唱歌，听到没有？只要叔你们家叔叔阿姨们不嫌弃，我可以唱。不要笑话我了啊！叔叔阿姨对我们很好，啊、跟妈妈你一样，对我们都很好，啊、真的。好就好。你们要得感谢的、你们的叔叔阿姨们。这是云端飞车，玻璃廊桥在哪里？看一下。玻璃廊桥往前面走。往前面走吗，表哥？对。啊，玻璃山的啊，六十元，这个坐上面。等一下，我们下去可以坐下去吗？是不是？
哦。几点关门？几点关门？你们还等一下还要回来做吗？就不用走回头路了呀。哦。我们等一下先看，走，我们等一下走走走，我们自己走啊，我们先自己走。现在直播间25000人了，叔叔阿姨们点点赞好不好 ？Hello，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，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重庆市龙岗，是吧？嗯，是的。龙岗景区，来来来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来，是来妈妈过来，妈妈，哦哈，来来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对，来叔叔阿姨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这就是龙岗景区。在重庆云阳啊，对，重庆的云阳啊，现在带叔叔阿姨们去看一下玻璃廊桥，走，咱们出发。好多地方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。你看那个叔叔阿姨们在网上手机上面一搜都知道了。好好好，嗯，走吧。就在前面咯，直播间哇，30000人了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么快吗？今天上人，叔叔阿姨们。人马上就来了。嗯，上人这么快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快点呐，走吧！你走得动吗？走得动，走得动。要不要我们俩扶着你？帮你，你看，豆豆多心疼你啊，还走不动。下面还有多远呢？到玻璃廊桥？估计10分钟。还有10分钟啊？还要走10分钟，叔叔阿姨们。在哪里？我们刚才在哪里上来的？我们刚从那边上来的。哦，对，还有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漂亮的地方，马上就要来了哦，来了来了。翻了一座山喽。哇，走，哇，累着了吗？豆儿，累着了吗？哇，累着了。晚上回家就早点休息啊。不要把我们家豆豆累趴了哎！不会的。那么多的楼啊？我感觉坐回来了呢。应该不会，不会是不是吧？玻璃栈道是在下面。刚刚那个人说的是坐这个车直接到玻璃栈道，坐这个。坐哪个车啊？坐那个。坐这个飞车。啊，应该是过山车。走走走走，直接往下面走。下去没有多远了。没有多远了，嗯。没有多远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不卡不卡。你们会不会看着想困，要想睡觉了？他们都想看玻璃廊桥，都想看你跳舞。对。没事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只要你们在直播间等着我，我会跳10个舞蹈给你们看。各种各样的舞蹈。叔叔阿姨们卡了没有？叔叔阿姨们，好了好了，刚才有点卡，这个下面网络卡有点正常，叔叔阿姨们。因为它这个森林有点高。对。这个树枝太大了。对，待会说的，等一下给你们跳10个舞蹈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等一下给你们跳10个舞蹈。我不知道，看一下啊，玻璃栈道。玻璃，就那边，怎么走？应该是这边吧。不是哦。那我们在这边过来看一下吧，应该是这边吧。你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快点啊！我不知道，你看一下那边是不是？你们看一下。填坑。他们去看一下玻璃栈道是在哪边，我们再找。叔叔阿姨们，看一下啊，玻璃栈道，我看一下在哪里啊？玻璃栈道，玻璃栈道，望月亭、西侯、月影栈道。玻璃牵手栈道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音乐洞这里，是不是？月影栈道。月影栈道吗？月影栈道在哪里？
前面吗？就这边吗？这边。那这边嘛，应该是在这边。这边那边有没有？这边风景也挺好。这边估计有点。没有吗？过来这边，这边有。应该在这边，你去吧，去吧。应该在这边。还要下，往左边走是不是？往左边，好像在左边。应该在这个下面就是。因为这里不是有那个嘛，就是导航图嘛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？我们现在在音乐洞下面，就是月影栈道，看到没有？这里、哦、月影栈道，哎，月影栈道这里，对，是不是？往下面走。走了，表哥快点，在下面，叔叔们马上到了，叔叔们。还二十米。二十米就到了，应该就在前面。啊、好美。快三万人了，叔叔们。啊？在哪里？这么高的地方还有车点，可以闻一下它呀。闻一下。闻一下那边。这玻璃栈道在哪里啊，姐姐？哦。还要往下面走是吧？是。哦。带叔叔他们看。对。在哪里？哇！你看看这里是哪里啊？会，这里看着，我的妈，哇哦，还有，看到没有，叔叔们？嗯，你看这个。都是那儿过去。哎呀，天哪！哎、这个吓不吓人？害怕哟，感觉有点腿麻，是不是？叔叔们，你们怕不怕？叔叔们，表哥先给你们个大头针。表哥现在前面去看了，表哥现在前面去看了。看他推化妆啊！来豆儿，你在这儿，我给你照个相。来豆儿，来，跟妈妈一起来，你们两个一起。过来，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。来豆儿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外面，给叔叔们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豆儿吗？玻璃桥在这个下面走，咱们去看玻璃桥行不行？可以啊。走吧，那咱们走。哎，你还喊叔叔阿姨等你哦，我给我妈拍张照片过去。好的，可以。下一次呢呀，再把你妈妈带起来。要得，玩一下。好的。哎呀，把悠悠也可以带来哈。怎么？现在咱们去看玻璃廊桥了，叔叔阿姨们。玻璃廊桥有点陡，咱们慢慢走哈。慢走。嗯。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不要吓到了啊！给你们看一下。哪个太太上？你看哪个太太上那里？嗯。那会儿我们都去了的，我们在那边玩了两天。很漂亮，那边吗？哇，要到了，叔叔们！阿姨，你不怕吗？我有点害怕。来，豆儿，我给你照相，来，准备啊！啊，叔叔们，玻璃廊桥到了，叔叔们，准备来。你把这个给我给叔叔们说一下啊！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给叔叔们介绍一下，来，妈妈过来，给叔叔们介绍一下，来。我来介绍。来，来吧，让糖豆儿介绍，糖豆儿来介绍一下。糖豆昨天专门还搜索了一下的，来，一二三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。叔叔阿姨们，现在呢，我们所在的就是龙岗的五星级风景区啊，然后这里就是这个玻璃栈道，可以看一下。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这下面都是镂空的，哇，这个玻璃好厚、哎。你不害怕吗，豆儿？阿姨，怕不怕？往前面。有一点，但是还行。走吧。这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走，表哥，走走。我怕你们先走。走，前面越到前面他越。然后可以看一下这。旁边的风景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叔叔阿姨们看一下，好美呀、啊！哇，漂不漂亮，叔叔阿姨们？哎，还没有，走，往前面走，就看着很险峻、你，唐德啊，嗯，你在那儿唱一首山歌的话，好多叔叔阿姨听完都感觉到，真是那个山啊，那个的歌配那个你的人，真的，好得很呀、啊！叔叔阿姨们看到没有？这个下面给你们看一下。看不看得到，叔叔阿姨们？哎，真是觉得很高哦，很高哦。这下面确实有点高。前面的玻璃梅花。前面哪里梅花？那儿还有水呢。还有多远？有多远？走吧，咱们。前面还有。走吧，咱们去前面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看一下壮不壮观？
壮不壮观，叔叔阿姨们？其实我更应该能感受到，就是当年哈，就是建这个多辛苦。对，好辛苦哈。好。付出了好多哈。对呀、啊。打了好长时间嘞，真的好不容易才打通嘞这一条路。前面还有，叔叔阿姨们还有。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有机会可以来啊。这里是看到有好多的中老年人，你说都是，你看像那些叔叔阿姨，有那个旅游团一起过来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直播间有没有来过的叔叔阿姨们？来过的我看一下，你们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来过的。有，我刚刚有看到有个叔叔。我看有多少来过的叔叔阿姨。以后他们再要想来，给我儿子发私信，嗯，叫陈妈妈带你来。可以。哇，这么多叔叔阿姨都来过啊！你们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。这边有没有人？这下面好像他们说。你们看一下。哪个单位？有一家。哪里？哪个商场？哇。之前的小面说好像有一家人哦。呜。那边还有个城堡。听有回音，听到没有？有回音。你声音大一点，有回音。是不是有回音？有回音，有一点点。嗯。是回音。唐丹。看一下，看有没有，看有没有回音呢？这是云阳龙岗，叔叔阿姨们。拍个照片来。对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回音。对，我们去那个亭子那里跳个舞，嗯、好不好？走吧，走，我们去亭子那里跳个舞，叔叔阿姨们，行不行？这里晒到太阳了啊，也还行吧，还凉快哦。那到那里去给你们跳个舞啊，叔叔阿姨们啊！马上到了，想不想看，叔叔阿姨们？想看就点赞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把赞赞点到三十万，行不行？想看就点赞，赞赞点到三十万，好不好？马上就到了。你问叔叔阿姨们想听什么歌？叔叔阿姨们想听什么歌？等一会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。你要打表演一个是吗？家和万事兴，我可能不能站在中间一张图，这里也可以哈，是在亭子那里还是在这里？亭子嘛，亭子嘛，亭子，亭子，走，走，去亭子那里。哇，你跑得好快哦，蹦蹦跳跳的，真好啊，天气多少好啊。哎，这里，先这里可以下去哈、哦。可以。哎、可以，嗯、这儿都自己可以下去了。直播间好多叔叔阿姨来着，是的，是吗？有很多都来过。哇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来的地方还比较多哈。叔叔阿姨们，这里有野猪。哪里有野猪？有那个野猪洞。我感觉那个大森林里面肯定有。有的，嗯，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有。其实这个亭子里面还有小卖部，还可以卖水。方便得很。方便得很嘛。嗯。哎呀呀，嘿呀，嘿呀，你累了呀？你累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来吧，现在停止这里跳舞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到了，到了，叔叔阿姨们。哎呀呀！来，坐着这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啊、嗯，看哪里？哪里？哇！这云烟哇！我去！我跟你说，帅吗？之前他们跟我说的，嗯，就是在那个河南的那个山上的哈，啊、嗯，有一家别个是窑子的那种厂子，人家生意好得很，都是那儿。什么窑子是什么？那种，那些老年人不是以前用的那个，都、就是嗯，都、就是那样子煤老。嗯烧那个哦，这是那哈儿有的那个哦，在哪里看到啊？那哈儿已经拆了哦，嗯，那个那一家人都已经拆了哦，就那个地方，那个还出得多漂亮啊，嗯，那个事儿生意还好得很。对儿，叔叔阿姨们，这里跳舞好不好看？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看？走了，真的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能不能在这边？你在这边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看？我看哪边好看一点来，我看一下啊，这边我看一下，侧过来，转过来，我看一下，对儿。好不好看？这样，这里看着好不好看？叔叔阿姨们，这样晒了吧？要晒的话，戴个帽帽。不晒。来给叔叔阿姨们，想听歌还是跳舞？
叔叔阿姨们呈现给大家听唱。嗯，然后我给叔叔阿姨。你说的，你刚才说的，你唱舞吗？你唱歌吗？你们两个对唱一个嘛。你说你先唱嘛，你刚才说的，你唱嘛。我害怕他们笑我。叔叔阿姨们，我让我妈妈唱一个行不行？唱嘛。然后待会再唱好不好？轻掐两下。好吧，我妈妈可能唱歌不是专业的，唱的不是很好听，然后不要嫌弃行不行？哎呀，好不好？我喝个水，水在哪里？帮我看一下。喝水吗？不喝水，等一下、哦、啊！你搜一个歌，快点！你准备一个歌啊！我呀，啊，我给大家唱一个老歌嘛。啊，行好好行，唱一个老歌。好了。唱一个老歌啊，可以。好了。嗯，那个不行。来，我到时候给你发个作品，妈妈，你唱歌。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快点，我给你录个视频。等一下，我发个作品，然后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看一下。阿姨好好唱啊！嗯，我害怕我唱不好。没事儿。家和万事兴。可以啊，家和万事兴吗？你们的手机充好，我那个肯定不行哦。可以，你家可以。我那个应该网络不好哦。你试一下嘛。家和万事兴，早已平常的啊。我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时尚得很哦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跟你说。她唱一首家和万事兴。她要唱一首家和万事兴，来嘛。但是我肯定要看词才得行。可以，你就要看词啊，可以让你看词啊。现在直播间马上四万人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注意听唱了哈。嗯。是不是这个？对。来，下面由我妈妈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一个《家和万事兴》，唱的不好不要嫌弃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？很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哈，特别好听，它的寓意很好。嗯，来这儿，来这样，我妈妈也唱歌了。你刚才说你跳舞的是不是？那你要给叔叔阿姨们跳个舞、哦，叔叔阿姨们都准备着了。叔叔阿姨们想看什么舞？那你们给我，那叔叔阿姨们会给我点赞吗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可不可以点点赞，点到300,000去，可不可以？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？让豆儿跳了舞过后，诚心今天给你们炸一波福利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。嗯，行不行？好，你们帮忙点点赞，来把手机拿过来，来，但是你在这里跳，对，我在这里给你录视频，到时候我把我妈妈唱歌，你跳舞的视频我一起发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跳一个什么舞？我要跳一个这个吧。跳一个啥？新疆的舞吧。好，跳一个新疆的舞，可以。咱们家豆儿跳舞真好看。他能唱歌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床。我长得还不高，多好呀！今天就是怪你找找你妈妈都是太矮了啊！不会。嗯，跳一个啥舞来？准备。来，妈妈拿着，兄弟拿着。来，准备，哎。笑得不好意思了，这个歌不好听，我觉得这个歌有点差点感觉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这个歌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就这个可以，从高潮部分开始来，来准备，来，妈妈你在我旁边来，妈妈你在我旁边来，来重新换歌曲，来这儿，重新换歌曲，来准备啊，重新换歌曲。但是我不是很熟啊。没事没事，来准备啊，来换到我手机旁边，一二三。
始。直播间马上50000人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我这儿我说，你现在如果说跳一个换你的话，直播间绝对马上上60000人啊！所以们想不想想不想豆儿给你们跳一下他的成名曲换你？你叫叔叔阿姨给他点点赞嘛，人家、我们家豆儿特别有勇气。好，可以，叔叔阿姨们好不好？你们帮我们家豆儿点点赞好不好？跳一个换你，给你们跳一个成名曲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成名曲行不行？叔叔阿姨们，行，好不好？然后豆儿跳了过后。诚心今天给你们炸一波福利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行不行，想不想来、啊、来准备来，对，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，来嘛，来妈妈帮妈妈拿下手机，妈妈好的，来嘛，好、来准备、来现在直播间50000人，给我叔叔阿姨们把福利品拿过来，我给叔叔阿姨们炸一波福利品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今天说实话，我妈妈也在，然后陈鑫也很开心，给叔叔阿姨们炸一波福利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炸一波福利品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们，陈鑫请你们吃一点东西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来这儿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来找个地方，来找个地方坐一下，来。好的。来找个地方坐一下，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一下，来。哪里啊？就坐这里，就坐这里。就在这里吧，在这里吧，来这儿过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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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里，来这里，在这里吧，在这里，来，在这里啊，坐过去点啊，坐过去点，来，给叔阿姨们介绍一波啊。有没有杯子？有，嗯，帮我把杯子拿一下。来，叔叔阿姨们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啊桑葚干儿，今天炸呀、啊。今天炸，叔阿姨们，诚心今天请你们吃好不好？你们只需要付一个快递费就行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桑葚干不要你们给钱，叔叔阿姨们，诚心请你们吃今天，因为诚心今天很开心，然后豆儿也，我妈妈也在，然后我豆儿也在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我记得上一次叔叔阿姨们哈，他们拿回去桑葚干哈、都觉得我们这个桑葚干好，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，而且你们在市面上买这个桑葚干哈，品相不好，而且那个啥吃了有一点味道，但是我这个没有经过熏过、流过、自然晒干的这种颜色哈、相当的正宗，你拿回去直接去吃。这个里面还有。满满的花青素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也不给你们多说了，就简单直接，你们付一个快递成本好不好、你们在外面寄一个快递得不得要10几块钱，今天这个东西我说的我不收你们一分钱，诚心请你们吃，人工会有